拿个小的试试。我这为啥不脆了？我看人家都是脆的，我们买的时间长了放那了，但是确实是啊，家人们没有做一点假，吃辣椒放心，我一点假都没做过啊。能吃就是能吃，不能吃不能吃。对于我们吃辣椒的来说，这辣椒还可以，我能接受住，就是这辣椒我能接受住啊。我刚才摸着辣椒摸一下脸，这脸都是辣的。